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聚宝阁频道，我是阿伦。嘿、hey, ，我是雷边。哎、hey, ，我是宝边。哎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最新蛋的时间观察者和空间魔术师啦。有我们出场，肯定开法就不一样了。哎，对，我们就是喜欢玩游戏。那怎么玩呢？因为现在一盒里面有30包，我们预计各拿出2盒出来，然后把它们配率混在一起。所以呢，我们三个人会各拿20包，就看谁开的比较好啦。哇，那如果我开最烂怎么办啊？哎，我们就会上零卡可乐出去了。要升包啊！OK， 那我们马上开始开箱吧。Go。好，那轮到轮边来开这次的时间绳啦。好，轮边开到一张大嘴沼泽啦。这张竞技场卡会让下到备战区的基础宝可梦要放2颗伤害植物哦，是大剑鬼牌组超级好用的一张竞技场。出现了是菜种的活力，菜种的活力呢是这一代新推出的支援者，可以先抽2张牌，然后把手上最多的2张草能量放置到备战区的宝可梦身上。好，以上四张就是轮边开到的好卡啦。可惜哦，四张都是 V 跟 V Max， 没有 V Star 宝可梦，感觉轮边开的不太好哎、欸。靠我们。好，轮到宝边来开啦，宝边加油啊！怪力 V Max 哦，开到 V Max 了。这张怪力 V Max 是这一代新推出的斗气宝可梦，难得推出强力的斗气 V Max。第一招复仇光速可以打80点，如果自己备战区的宝可梦有伤害指示物的话，再加140，会打到220点伤害。第二招呢，两斗一无可以打240，下个回合手酸。球俗，蚊香君，金色，哇，金卡剑行靴，我是不是要赢梅边了？呜，宝边开这张肯定是要赢的。好，来看一下这张剑行靴，可以先看一下自己牌库上的一张卡，如果想要的话就加入手牌，不想要的话丢到弃牌区，再重新抽一张牌，是压缩牌库的好伙伴哦。好，那图上这3张就是宝边开到了好卡啦。虽然只有三张牌，但是可以开到金色的剑行靴，真是非常不错哎、欸。还好，来，我勉强可以下周了吧？哎、欸，轮到没边开卡了，哟，紧张什么啊？我怕捡到卡。哦。Vista， 我们的时间神来出现了 ，Vista。好，梅边开到的这张就是这一弹的封面怪起源蒂亚卢卡拉，它的招式呢，金属爆破，看自己身上的钢能量，每一颗打40点，然后基本40。Vista 力一样是它的超级好用的招式哦。星星科诺洛斯四钢一五打220，攻击之后呢，下个回合还是自己的回合，可以再打一拳。超额图三合一直挂双热，哎，钢石，哇，全图的钢石哎、欸、，SR 啊，来介绍一下这张钢石。来，钢石呢，它的效果要丢掉两张钢能量才可以发动，从牌库里面任选两张牌，就是一张支援者版本的阿尔宙斯啦。好，以上七张就是每一边开到的好卡啦，一次开了两张时间神 Vista， 加上一张全图人物哦，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。以上就是这一档我们两盒时间观察者开出来的配率啦，看起来非常不错，有开到金卡和全图人物。那接下来看看空间魔术师开的怎么样吧。OK， 轮边来开箱空间魔术师啦！噔噔噔噔噔，加油！哎、欸，猪贝，快点用你的异性香吸来吸猪贝、哦，吸不到，吸不到。出现了，封面怪，抽到是起源帕路西亚啦。他的招式呢，两颗水可以打60点，加上双方备战宝可梦数量乘上20点，就是强化版的水军啦。然后特性星星入口可以从弃牌区直接找3颗水能量，任意方式填在自己宝可梦身上哦。开到一张超群眼镜。这张超群眼镜呢，装备之后，你的宝可梦如果打弱点伤害的话，不是乘2倍，是乘3倍哦。哇，全吐槽！这张志愿者呢，使用之后，这个回合自己的斗气宝可梦可以加30点的攻击力。最特别是呢，如果这张牌在弃牌区的话，你可以舍弃2张手牌，把它从弃牌区直接收回手上哦，不需要白蓬蓬就可以回收的资源了。
好，以上七张牌就是轮边开到的好卡啦，一次开了两张的时间绳，还有一张查克洛全图，算是运气还不错啦。好，以上两张卡就是保边开到的好卡啦。很可惜哦，没有包地，也只开到了一张 V 怪和一张 V Star 宝可梦。奇多兰的 V Max 小白，来介绍一下这张奇多兰的 V Max， 它的特性呢，熔岩征辉，只要场上有竞技场卡，它每一回合就可以补50滴血量，招式两火一无，打180点，并且会让对手的宝可梦灼伤哦。灼伤哎，好像不错呢，而且还可以回血。披斧螳螂 SR 哎，完了！这一张披斧螳螂呢，第一招聚合斩一斗可以打40点，第二招两斗一无打150，可以把自己身上一个能量拔掉，然后也拔掉对手战斗宝可梦身上一个能量哦。以上六张牌就是每边开到空间魔术室里面的好卡啦，开到一张保底的披斧螳螂有点可惜啦。每边运气好好，每次都可以开到一张保底牌。看那一张好像不太行，那我再轮边补一副牌，那标题就叫 PPP。OK， 以上就是空间魔术师两盒的整弹配率啦、啊。我们很幸运的开到两组都是有空间神哦。另外呢，保底的部分查克洛还有 SR 的披斧螳螂啦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轮边，主播有什么事情吗？对啊，等我去了。全部的吗？是不是？好啊好啊，那我们就先喝完这罐，再跟各位观众说再见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哎、欸，加入 LINE 社群哦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